样，然后这边每张长得不一样。OK， 好，我再先分这两堆摆着，然后你就把一堆拿出来，反过来，然后把它交叉。来，你也试一下，把一堆抓出来。哇！对。所以你看到是很乱的，除了顺序乱，连正反都乱，看到吗？你讲，其实你觉得这些乱可以预测的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预测这么乱吗？预测这么乱，有几张正的，几张反的？就是在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一个光这样闪过去，想不到。看哦，有写字哦。你哭啊！乱七八糟。是吧？乱七八糟。嗯，对对对。超好笑的这个。飞机啊！没有，是开玩笑的啦。好，现在正式要开始了。好，你拿一张拿出来。一、二、三，就是有可能。四、五、就有22张。七、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哎，二三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这样还没有显示我厉害。其实那时候我可能便秘了，所以我就想到。我知道你有便秘。所以，我会在医院，这个不用。看到吗？黑色有12张，红色有11张。数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，所以黑色就12张嘛。哎呀，超选的，错了。对对。哎呦，你这个黄立行啊！你们是不是算好有几张用的、啊？没有，刚刚你这都被你切过了。哎呀，真的哎！刚你切过两边的，正反都不一样。还有在写。哎呀，红色牌全是数字牌，没有 J Q K 的，没错吧？对啊。哎呀，真的哎。OK， 后面还要写。红色牌全都是双数。哎呀！等一下，还没结束。等一下。有快到吗？啊，然后少翻一张了。现场观众指着红星期。没错。超级的。